I'm walking around, they like, ooh, that kind of star. They wanna know your name, where you're from, and who you are. When you cut it like this, oh, it's automatic. Keep them dollars coming now, don't make me get dramatic. Line them all up. Hi, guys! Hey! Hey!重量训练、震撼教育，震撼一下，什么叫做收心？好，经过这一集，你们接下来一年就不敢造次，没有，接下来一年就不会出现，再造次。一看到我们直播，大家就先下跪，是不是？为什么有人可以不用来？哎、欸，对不对？少谁？是不是少一个人？还是没少人？少人小迪，小迪，那我们再次欢迎小迪姐。欢迎尹轩，说再见。是他，片头那个尹轩的脸，我们没有重拍，我们直接踢他的脸，换脸，换脸上去。我们需要拉低我们的年龄。我们需要拉低年龄。小迪几岁？今年23了。哦，我终于明了。一下，这根本就是遇到消防队就遇到寒流，是什么状况？我跟你们说，今天你们很幸运，真的吗？怎么说？因为今天寒流来，你们录这一集哦，真的是太棒了。因为你上次是不是没有报？上次是在水里，对，真的很灾难。可是今天是在陆地，而且不是下雨，会让你整个很暖和，冒起来思考，暖到一个不行，真的，你三温暖，我总觉得在。这个听起来不太妙，你会觉得这个暖听起来很冷，等一下会热爆，有点怪。这个寒流我们只是开场一下，等一下就整个人让你热血沸腾，好，让你感受到那个打火英雄，你知道那个心情，热血。好的，今天照样一定有一个专业骷髅级的要来，就是带领我们，对不对？好，我们欢迎猛男，是猛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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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哥。猛男来了，不是说好要垂钓下来的吗？哎，对啊，猛哥，猛哥，我们新的一年有那个吗？那个写真，你的写真那个年历，年历。今天就是首先就会进行我们的绳索训练。嗯，那我们绳索训练今天会给大家分了三个部分。是啊，第一个部分呢会是个人的垂降。哦，对，个人的垂降，相信大家都有看过一些垂降的影片。有。对，就是你们个人的垂降。啊，对。啊，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的就是救援挂接的训练。嗯，对，就是有关绳索，他去带一个患者，然后下降下来。带一个患者。那然后第三个部分呢，会是我们的鞋匠蓝单护送，蓝单单对，什么意思？待会这一个项目，虽然说听起来很笼统，但是待会大家上场之后就会知道，这是一个患者躺在担架上面，然后用这个这么长的绳子去做鞋匠的护送下来，对。一号学员就这样子，对，再这样就不行，然后往前一点，就是要把刘海压坏的程度，知道吗？哎，你救人谁管你刘海？那还是不要用吗？对对对，不然没有刘海呀，教官。抱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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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很重要哎哎，不要开玩笑了好吗？这叫 ID， 对，他会，他在操作的时候很简单，就是扳这个把手就好。嗯，对，就是扳这个把手。哦，对，啊，他假如说超过，每秒超过2公尺的话，他就自动帮你做锁定，所以你也不用害怕说会下降太快。哦，对，不用怕，不用怕。假设他不小心卡住了，你就把把手放开，然后再扳，这样就好。对，好，所以就不用害怕。这个叫做 A-safe， 它是我们的确保器。它也是我们下降速度每秒超过2公尺，它会把你抓住。好。对，所以就不用害怕。我们下降的时候会有两条绳子，我会有两条绳子，所以一条是我们的 A-safe lock 跟 ID。对，所以不用怕说，我
教官，我绳子断掉了会怎么样？哦，不用害怕，我还有另外一个背，给大家一个心理建设，我们待会的下降是非常安全。好，啊，我会在楼下等你。啊？你在楼下等我们？楼上是安全，我们下去还是？对，待会会有其他四个教官来帮你们去做一下安全性的检查跟挂钩的动作。好，那假如说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待会是两个两个一组。好，两个两个一组，那你们就自己分吧。那我跟一个怕的，陈绮雅，你要陪我吗？好，我跟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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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我们在但不用渡河，我就觉得很庆幸了。我上次渡河直接瘫痪在河边呢。但今天还是有下雨。怎么？然后这，然后这个手是虚握。好，虚握而已啊。手转过来，转正，正握这样。这样。对对对对，然后握这个侧板。握这个侧板。因为你握太紧，这个绳子会进不去。好难。你就是握很紧，你就下不去，你就不会动了。如果你现在坐着，你就这样下去就 OK 了。哦。你已经敢坐在这个绳子上面。悬空了。对对对，慢慢来。沿着这个墙面走下去，好，所以你下去的时候的姿势要一直都踩着这个墙面，这样比较稳。所以等一下你下去的时候呢，就是保持这个姿势踩墙面。如果你太直的话，你就会去撞墙面。想要伸直会比较好看，不然下去拍起来会很丑。对对对对，你这样往下。我仰望天，慢慢走。我要唱什么歌啊？很好很好。陈思雅，我要走了，我要跟上你了。你等他一下啦。我这个鞋子。陈思雅，谁叫你要穿增高鞋？你走太快了，个子小就承认。屁股再往下一点再走，对，屁股往下一点再走。我觉得不要想太多就不可怕了，是不是？对，哎，好可怕，好高哦。H 型钢先等一下哦 ，H 型钢先等一下。好，你们先听我讲一下哦，待会你们要放多一点，放多一点，屁股先往下，超过 H 型钢之后。然后你的右手可以稍微扶一下，因为你待会会往内摆荡。好，好 ，OK。好，来，脚踏直，好，放多一点，放多一点。好 ，OK， 好，脚右手往前摸一下 H 型钢，对，好 ，OK， 好，可以慢慢再下来了。我转过来，对，很好，做得很好。我怎么转过来？等一下，我转过来。好，站起来，对，站起来。越来越远。完了，那这里人都很怕，都可以剪刀石头布。那我们两个先。怎么办？小迪比我小，我这样就不能说大家保护我了。这个手，这样子。好，过来，让他。到这里。对，好，等一下就是这样下去。他这个不要握太紧的话，你会虚握就好。然后我们等明轩。再说。可是你现在，可是你有发现你现在不会动？可是我现在，可是我这个胯下很痛哎，这个。好，那你站起来。这个是对的吗？站起来，那我们调整。超痛的。把这边调整一下。明轩，不要怪装备了，快点下来，装备没问题。加油！真的很痛啊，认真痛。哎，要忍耐，要忍耐。会很痛，没错，真的很痛哎。对，我刚刚有一种是疼痛难耐的那种痛哎。对，这会很痛。懂 ，OK 吗？你们对，我没有蹲着，我现在是 OK， 只是刚刚坐就是这样伸出去的时候就感受不一样。好，那因为我们刚刚有调整过一次，等一下我们再试。好。体力都很对，体力的话在那边好疯狂。而且挂着也不能走。好，你要抛弃他，有点想抛弃他。这样子，对对对对，很棒。哎，提醒一下，因为到一楼啊，会没有这个墙面。我就放着就好。你可能要稍微先。好，那他会突然动很快吗？不会，稍微慢慢推先。这样，万一可能会撞到。好，我们这里会帮你推啊。好。好。就慢慢下吧。哎，举一下。我这里要下去哦。你先。
加油，医生加油。他就是手虚弱，比较有耐心。看你的手，看你的手。许一可以当消防员。好，许一。好 ，OK， 师傅。好，等一下下降过程就维持这个姿势，然后沿着墙面走下去，搭配你的一点下方一点点的动作。OK， 好，没有问题的话你慢慢下。对对对，好，小 K 又开始往下走。我的脚动不了。他脚不放下去，慢慢放就好了。看，你看，左脚弯起来。我不敢看下面。我在你下面。好，对，很好，慢慢的往下走，一直走一直。啊，好恐怖，好可怕！不要，现在我很害怕哎，明轩，快点下去。往下走，啊，好可怕。下降，再下降，再来，再放，再放。哦，右手不用出力，没关系啊，放轻松就好了。对，待会，好，右手去摸 H 型钢，好，右手摸 H 型钢，脚放掉，脚放掉，手去摸，好 ，OK， 好，手往屁股这边，手再往屁股这边，不然你手会卷进去，对，这样子就好了，好，很好，好，脚可以踩了，对，踩定 ，OK， 好，谢谢，慢慢放，慢慢放。加油加油，剩两个楼层。啊！不要害怕，放松就好了。我在加油，你。右手不用出力，没关系，右手。右手到你的那个屁股。右手往下滑到你的屁股，右手。对，手不用出力。脚先不要动，对。脚先不要动。脚超滑的，根本就定不住啊！屁股先往下，屁股往下，你就坐屁。对，脚不要往前动，脚。脚打，对，脚放轻松，脚放轻松，脚放轻松，不用怕，脚放轻松。快到了，快到了。绳子放多一点，然后屁股往下踩，屁股比脚还低。好，踩 H 型钢，好，慢慢下来。好，好，放掉，然后右手去摸你的脚踩的地方，右手去摸你脚现在踩的。下面有垫子，下面有垫子。好 ，OK， 好，对，很好，好，再继续下降。好，这样可以了。下面有垫子在接你。右手抓着尾绳。来，明轩，可以了，已经到地面了，已经到地面了。对，到屁股那边，对，慢慢下来，对，不用害怕，对。好，不用害怕，来，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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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好，到地了，再来，再来一点，好 ，OK， 很好，站起来，你成功了。啊，我也怕，小弟加油！哇，很恐怖哎，全力去加油，还是觉得很恐怖。你要怎么坐下去？来，你放轻松，先坐一次这样。你脚现在踩着吗？好，先慢慢往后。啊！哇！哇！太了！来，小心碰一下，没关系，相信他，相信他，下次安全。脚抬起来。不要往后看，不要有惧高症，真的会这样。你敢发出？真的那么吼叫哎！不要往后看，全力起。丹田在叫。要蹲了。要蹲了。小弟，来吧，好，还没啊，等一下，那我就坐在这边啊。我们先放轻松，然后先往下蹲，先往下蹲，不用抓东西。你可以，你害怕的话，你可以抓掉。这我有点咬住了，我会不会掉下去？不会，不会，不会，我扶住你。开关，坐下去，然后让自己放轻松。好。啊，我敢上去。你看人家好酷啊，快点，快点。救命！但是我没抓东西啊。往下蹲，往下蹲，下。啊！好恐怖！对，我觉得真的要一个人带，一个人开始先对，要先往下走那一步，另外一个人才开始动。放一下，然后 OK 的时候就可以再慢慢走。屁股我觉得可以再低一点。你看我会滑吧？踩好，超滑的，撞墙了，超滑的，我真的会撞墙哇！那我们把那里脚打开呀，脚打开。哦，哎，迪奇，你可以先下来了。沈婷，你要不要先下来？要，先下去了。小弟，屁股要往下一点，屁股往下，迪奇。我像消防员。哎，我怎么这么慢呢？为什么小弟那么快？啊，脚先不用踩，没关系。对，好，屁股往下之后再踩。好，先等一下哦。有空档。好，脚先踩住 H 型钢，对，先踩 H 型钢，踩好之后下降多一点，再放多一点，让屁股平行于脚。对，再来，再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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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右手去摸 H 型钢，右手摸。
为什么要一群刚？啊！厉害吗？啊！我的脚！啊！来，我们走。不干！好，你到，停！脚。停！脚抬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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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脚抬起来！脚抬起来！手不要再摸了，手抬起来，走过来。好吧，对。好浪费，怎么下来这么不帅啊？安全了。为什么在上面和腹这边那么好累哦？哎，因为你到核心，对，那边核心在走路，我肚子超酸的。这样子，它其实很安全，你就整个人躺着就好了，就是蛮安全的。对啊，下来之后都可以讲这些了。对，在上面就会卡住，在上面超满的，因为它不是，因为我们都被那个台湾的想器材，对，我们以为是那种咻，对，那种太可怕了。对，它其实是慢慢的，对，所以不会害怕，不会可怕。还好 ，OK。所以等一下，累了，这只是第一次，我们还有两次。为什么？因为他刚刚不是讲了吗？有两个教练，还有担架的啊，居然还有，有两次，还有哦，我第一次报没有了，三架对不对？我们还要带担架。哎，没有，我们第二次是那个双人的挂接垂降。这是有关那个第二个部分啊，就是双人挂接。绳索救助部分，对，双人挂接。我们待会会由那个教官先示范一次给大家看。玄博被救怎么？他就是很轻松的，对，然后上力了之后呢，抱着救者的大腿。哦，我们尽可能的不要让那个被你救的那一个人被一直去撞东西。手跟脚就是要做辅助，对，手跟脚去做辅助。好，所以就是手不用控制，哎，手不用控制就是上方去做控制，所以你就最主要是保护患者，对，保护那个头部跟背部不要去靠到东西。那我们剪到手部，然后两个一样的那个就一组，好吧？我不要跟你学，没有，刚刚我陪过你，你喜欢不会跟小迪？我更害怕，更害怕。好，剪刀石头布。哎，我跟你一你们确定我可以吗？我那么矮，可以撑得到东西就没问题啊。你确定我撑得到东西吗？我确定。可以，我会贴你贴很近，手动手紧就好。我会把整个脸埋在你的胸口。等一下，这个部分就是用在我刚才有跟大家做解释嘛，就是有关跳楼没有成功的，或者是想要爬外窗去进门，有可能他可能钥匙忘了带啊，或者什么，他们就会卡在那里，然后就有人看到，就会叫消防队过来救他。那其实像这种情况，就是说，他们是可以配合的。哦，他们是可以配合我们，就是进行一些，就是有意识的情况。对，他假如说没有意识，或者是手脚断掉没办法动的，就是变成我们第三个部分，就是男士担架的部分。担架。所以这个第二个部分就是他意识清楚可以配合。好，上去的时候你要去护那个墙，你的手要去护墙，然后一只手可以去护他头后，保护我，对，保护他。好，我现在是脑震荡患者。靠你的手跟脚去撑墙面。那我手要抓哪？不用抓绳子，都抓墙面，就是扶着墙面，因为绳子被人家控制。哦，好，对 ，OK， 所以你就放心的，就是只要保护我，在那边，你就是保护我 ，OK。所以下去的时候啊，你的角度就是跟刚刚我们在做下降的时候是一样一样的，一样是上半身跟屁股在下面，对对对，尽量成90度。如果你太斜的话，你就带它往里面撞。好 ，OK。OK， 好，重心踩出去。好，哇，好重啊！天哪，太重了吧！你手等一下去帮他扶墙。怎样？我撑不住他。好，等一下不知道维持这个。真的要保护我！要下的时候你的手。好，走吧，我快撑不住了，可以，快点，好重啊！快，真的呀，你要重，好重！天哪，有人下去吗？OK 啊。太重了，我下不去。
下去。你的腿，你是劈腿是不是？好下。好。那我脚要放吗？脚顺顺势往下踩，手都可以那个，手都可以，手要保护，对，我可以放下，快点，这样这样，站起来换着自己，放着放轻松，放着放轻松，先练上，哎，卡住，你卡到柱子，哎，是啊，对，脚往外推，对，冲在空中，加油，是啊，加油，放住我的脚，加油，是啊，很想放，再来一次。你看，我自己踩，你自己踩，我因为我变成交换脚了，我就这样，我不好，我不好，我不努力，脚对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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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对你刚刚转过来，角色交换，我保护自己啊！可以，看到了，看到了 ，OK OK， 看到了 ，OK OK， 放着小心顶住呢，我把思雅救下来，交换角色，交换角色，太强了，进来进来，我被笑死，等一下，我肚子好痛哦，对，救我，小心救我，啊！有在下吗？有了有了，太慢了，太慢了，太慢了，慢慢的要死，太快了，太快了，慢，太快了，有，手可以，对对对对对，脚脚踩不到就手去扶，这样子，好，好好好，小迪，前面没有关系，对，脚踩好，对，栏杆踩好，对，尽量帮他创造出空间。小迪，我相信你。好，然后手摸着在上面，对，小迪，我相信你。好，继续。哇！好，没关系，可以讲。哇！好，好，没关系，好，不用怕，不用怕，对。然后脚要踩 H 型钢，脚踩 H 型钢，然后往外蹬，让他创造出他的空间，他就不会去磨到。小迪好礼貌，小迪还说对不起，让你被撞到。我刚刚没有撞到，对不起。没事没事，没事。嗯，小迪快到了，快到了，小迪快到了。小迪很专业，好有安全感哦。小迪给对小迪给人家一种安全感。哎，你也抱太紧了吧？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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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放手了，可以放手了。哎，小心小心。再放，再放，再放，再放！到了，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对，脚伸直，脚伸直，脚伸直，下去。好，往外。下去，这样吗？好，那你手可以放轻松去保护它。好，然后你可以抱住它。好，我保护你的头。好。没关系，没关系，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这个不是你前弯的部分哦，拉筋，拉筋，等一下，不要，我脚要断了。就是慢慢放，等一下我脚下不去，等一下我先不要放。等一下，我这样我脚卡住了，哎，救命啊！救命啊！卡住！等一下，等一下，注意，注意手，注意手！对对对，懒懒要太懒懒要再练核心了。哇！懒懒哇！掉了两个。危险！危险！危险！我掉下去了。你一定有折中点。再踩不踩不了。可以下去，可以下去。可以点，可以的，我能帮你看区域。有有有有，我感觉，我感觉，撞到就算了。来，小心小心。好，等一下啊，等一下啊。走，只剩最两光的消防员。来，要冲回去哦。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在穿鞋，等一下。可以吗？可以吗？好，可以可以。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吗？确定吗？好，我就去。你脚要放。对。我保护你。没事没事。脚脚踩这个。对对对，蹬一下，好酸，对，好，慢慢放，哈哈哈哈哈哈，好 ，OK， 啊，放，好，哎，他们姿势好像不太，对啊，不太对，姿势要奇怪啊，我们很怪吗？有点怪，来了，你要挺起来一点的感觉，你们家，许毅，你要往，许毅，你要靠近来吗？你要，我要放松，我下面好痛哦。好，脚踩，小心你后面。好，来，脚踩，对，撑 H 型钢，对，有了，对，嗯，撑住就好了。来了，来，有有有，来来来，好，很好。踩着 H 型钢，脚打直。好，
对，然后手扶着。没事吧？举一，举一，没事吧？举一，没事吧？举一，举一，感觉出事了。举一，没事吧？站起来，站起来，转脚。Michael Jackson， 我的妈呀！哎，我头在哪？快救你！救我！徐一，救我！我救你了，我救你了！我手站起来，手站起来，脚站起来，站起来！我看，好，快过来，水平摸索，快过去，对，快过来，快过来！哪里哪里？对对对，过来，先进来，好，过来，先过来，好，我们下次生命共同，我下来，下次我来好了。怎么被救人设定，然后惊魂未定？所以说，这第三个关卡的部分就是我们的蓝单鞋匠互动，这一个。好，帮你躺着啊。好，你这样加油，太高了，不要怕，加油，再换着来，握着手，加油，开始，这没做。这个不能自己控制，对啊，你没有自主权。我刚刚在那个移动，哎，躺着很可怕，真的，云霄飞车的感觉。他一下去，我会被拖下去吗？我会被拖下去。对，你要慢慢往外面。不用担心，你脸皮咬在这里。这俩应该拿 GoPro 的。他半个身体在外面。下去了，下去了。哇，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好可怕，直的，直的下去了，他直的下去了。好恐怖！快点！真的在安抚患者，你是打我胸部，你是没事，没有害怕的患者，你知道吗？我说没事，你是打我胸部，然后还一定要把眼睛闭起来，没事没事，你没事，这患者没事这样子。这样子滑这么多次下来，就是真的打从心里去 respect 他们，真的 respect。遇到他们可以跟他们说声辛苦了。辛苦了。你知道消防队员辛苦，你知道警察辛苦，你知道消防队员辛苦，可是你不真的去体验他们的辛苦的话，或是平常工作到底是怎么样的运作的话，你完全不知道他们到底值得尊在哪里。尊敬的，没错，非常值得尊敬。所以大家看到消防队员，记得跟他们说辛苦。辛苦了，大家天天开，我们下次见，拜拜。Can flex too. I go hard. They said do us a favor. Keep your voice down and monitor your behavior. Be a good girl and don't cause trouble. Well, mama was a strong woman, far from subtle. I'm smart. I got heart. Did it on my own from the start. I'm pretty, but I'm gritty. If you go toe to toe with me.